你的孤独，虽败犹荣。一，也许你现在仍然是一个人下班，一个人的好时光。二，你的脸上云淡风轻。三，你写了成千上百条微博、朋友圈和日志，有些是写给专门的人看的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没人喜欢你，曾迫切想与一个人好好聊聊。七，你眼里有我，再小对我而言也是焦点，你心里无我，再大对我而言也不过是海市蜃楼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